我是憨厚老实人，整夜清秋月老为我牵线搭桥。今天我才发现我长得特好看，上有精致的五官，还浓眉大眼，身材不算很高，1米6真好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为啥女孩都不要？也许缺乏锻炼，长得不够胖，要是胖出水桶样，见我就想笑。从小妈妈就说我是最帅人，大小我就相信，狠心以为真，是我帅得过分，我都不敢出门，就怕被人嫉妒对我生恨。每天对着镜子自我来销魂，只因为我的颜值胜过刘德华几分，我帅气逼人销魂，姑娘们都追我，不知多少小妹妹为我哭泣。飘就怕把你迷倒，我还会冒不恰恰也会跳，我还有说不就说得不突出，我这完美身材朋友们别羡慕呀。我虽然全村最帅，最娘的才是我，可是他们都说太帅不适合恋爱，有时没人安排约见女孩，西装领带一搭上，这怎么下台？形象倒是很好，可是不发财，房子也没有购买，车子也不是品牌，我承认我是最帅，目前我打工，房子农村一改，修建是30年前。